昨是2月14日情人节，北港国中嘛是结束街道情人的活动。召集校内的环保志工学生做伙，甲校门口头前的街仔路来摒扫。学生那是拢真热情参与，而且老师甲校长嘛做伙斗相共。一方面，学生对着情人节有无共款的体验；另外一方面嘛，服务社区将街仔路是摒扫甲清气溜溜。拿着畚斗、畚扫袋和扫帚，北港高中的学生和老师同心合作，做伙将校门口的街仔路摒扫好清气。配合着2月14日的情人节，北港高中也推出街道情人的活动。校内环保志工拢真积极，希望将环境整理好清气。这一次适逢情人节，又加上灯会的开幕，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学校的校训叫“城镇勤俭”的“勤”跟情人节的“勤”是谐音，再加上街道需要加强清洁。所以我们就取名为街道情人这个活动，让学生出去外面推广环保意识，然后也让知道说一个好的环境是需要共同维护的。学生参与摒扫公共环境的活动，拢感觉真有成就感，不但回馈学校，回馈社区，看到道路变了清气更整洁，嘛让人感觉更加舒适。这次参加校外的扫地，我觉得可以为社区当服务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因为社区其实是大家的，能维护环境是一件很有荣誉感的事情。这次学校办街道情人，然后让我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很有荣幸，可以服务大家，然后希望以后还可以再办这个活动，让大家可以有更干净的街道。北港高中长期教导学生卫生健康的观念，不但让学生加一份责任感，也跟社区保持密切的关系，就是希望学生在社区生活会安全和幸福。志工制度是北港国中的特色，北港国中会因应各种活动随机招募志工，也就是说志工它是不是固定的，是因应活动的改变让学生主动来参加，让我学校跟社区的居民能够一起一起来爱护我们的乡土，爱护我们的社区。北港高中设计活动，老师学生做伙带起道路的清洁服务，不但因将北港的道路变了美丽佮清气，嘛让学生过了一个特别的情人节。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。